我是官司，开的开的门，没靠背。对，自动大灯，那个大灯，对，自动大灯，有没有现成的吧？后面了呀。大坤这边还没等安完呢，刘超这边已经等不及了，要准备把那车牌子给安上了。大坤啊，哎，咱们黑龙江省第一台新时代普肉是不是要上牌了？对，怎么有什么困难吗？忍了一个多小时了。没拧一个多小时，我找螺丝刀找半天了，那玩意没有，砸这玩意儿砸了半个。其实咱网友双子星星帮助刘超上牌，互帮互助呗。等会儿去拿二踢脚去啊。车都在这放着呢。咱这小院有点要停不下了。怎么的，紧张了？你二踢脚拿不住了？太多了，拿不住。害不害怕？有点害怕。你往那边点。还有点害怕。给我留一个逃跑跑的地方。还逃跑的地方？然后呢？风大，说风大呀，应该是风向没掌握好。掌声！大吉大利啊！刘超上牌。